元帅大红南天宫，百年所教，第一次做教，做教这教，天教大典。中华民国一百零七年底，十二月三十一号到一百零六年底的十二月三十一号到一百零七年元月六号，今天元月五号，建教大典七天到礼拜六。 清朝时代出了一位伟人，太原央修行成为观音佛祖，被尊称为太观音的佛祖。这里是纪念出生地建的观音亭。